较抗性消臭。口水一堆，你说韩国应该不会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要摸什么？对方大拇指什么？为什么要？这是在卖什么？哦，他说他的指甲。我的大拇指在干嘛了？太香了吧！我告诉你之后，涂了这个手手就会健康。我的大拇指，为什么要特别？我的大拇指在干嘛？什么鬼？那就走啊！你闻起来都是香。